坐落在北京什刹海西南岸的恭王府，是中国现存唯一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清代王府。恭王府的名称源自他的最后一任主人清同治年间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之一，恭王府也因此而声名显赫，享誉天下。恭王府最早的修建者是清朝大学士和珅，凭借乾隆皇帝对他的宠信，于1776年得此宅地，开始大兴土木，建设豪宅。这是一幅恭王府全景示意图，全府由两大部分组成，南半部分是府邸，北半部分是花园。府邸东侧有一条长长的通道，从东南复院连体来看，如同一条昂首的青龙。府邸西侧是北宽南窄的长三角地，象征着被压制头颅的白虎之身。府邸前广场就像朱雀张开的巨大尾翼，而后半部分的花园环身围绕，形同乌龟。花园中相连的水系就像盘在乌龟身上的蛇，龟蛇合一而称为玄武。恭王府如此的建筑格局称之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蕴含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精湛布局，渗透着历史文化的深邃底蕴。气势宏伟的恭王府府邸是规整对称的三路五进院落，从东西方向看分为东中西三路，东为天，西为地，中为人。从南北方向看前后一共五进院落，暗含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意。一宫门是恭王府真正意义上的正门，门前两只雄伟的石狮，朱漆大门上镶有横七竖九63颗金色门钉，是仅次于故宫横九竖九81颗门钉的规制。抬头望去，从这里向北延伸的中路建筑，屋顶全部覆盖着绿色琉璃瓦，仅次于故宫的金色琉璃瓦顶。这些是只有亲王、郡王居住的王府才可享受的特殊待遇，是亲王规制等级的象征，也体现了恭亲王当时的显赫地位。府邸中路是举行政务仪式、朝拜活动的场所，穿过一宫门和二宫门，迎面便是府邸主殿银安殿，俗称银銮殿。它的地位和功能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是整座王府的核心建筑。颁布诏书、宣读圣旨、年节庆典等重要礼仪活动都在这里举行。银安殿的后方是仿效故宫坤宁宫而建的神殿，当年曾是王府举办祭祀萨满教活动的场所。府邸东路的主殿多福轩，因悬挂了由咸丰、同治、光绪等几位皇帝
赐给恭亲王的福寿匾额而得名。慈禧太后题写的匾额高悬大殿正中，足以可见几朝皇帝对奕欣的倚重。彩绘天花、泼墨研磨的金砖以及亲王的宝座和屏风，是最能显示当年奕正王权力和尊贵的标志。这里曾是恭亲王的重要会客办公之所兼作书房。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的国耻事件中，据说奕欣迫于无奈，曾在多福轩接见过英法联军代表，并代表清政府在礼部大堂与英法俄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乐道堂是奕欣的寝殿，因为奕欣出生在故宫里的乐道堂，他的父皇道光皇帝给他题写了乐道堂匾额，于是以此命名自己的寝殿。沿府邸西路前行，第三进院的主殿宝光室就在眼前。殿内至今保存完好的木天花，与乐道堂中近年发现的乾隆时期的精美凤凰彩画，是目前北京现存同类建筑彩绘中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中期的真迹，被众多专家学者所推崇。府邸西路最后一进院落是天香庭院，其主殿西进斋是当年和珅的居室。府邸中唯一的一盆水石盆景端放院落中央。院中景致典雅，花木井然，两株西府海棠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西进斋是全府中唯一的七开间大殿，殿内高大的二层仙楼隔断用金丝楠木和紫檀雕饰而成，是和珅仿照故宫宁寿宫于制而建，被嘉靖皇帝定为和珅的死罪之一。历经200多年的沧桑，其文物价值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惊叹不已。后赵楼是恭王府从东到西贯通府邸的一座建筑，传说是和珅的重要藏宝之处。后赵楼共有上下两层，俗称是99间半，实为108间，全长达151米。而后赵楼西北角的延长线上，早年曾有一座室内水法楼，现已无存，我们只能从上世纪初的老照片中寻觅真容了。后赵楼后山墙上的上层共有44扇精美异常、形状各异的砖雕石锦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幅福庆鱼的组合图案，取意福庆有余，年年有余。后赵楼是恭王府府邸与花园的分界线，也是恭王府三绝一宝之中的第一绝。
恭王府花园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享有盛誉，它是仅存的一座清代王府园林。恭亲王奕欣将花园命名为翠锦园，园内景观山清水秀，花木繁盛，春夏秋冬景致各异。西洋门是花园大门，它是三绝一宝中的第二绝。它的造型采用西洋建筑风格，仿照圆明园西洋楼景观的欧式拱门建造，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典文化完美自然的融合，堪称中西合璧的经典之作。大戏楼位于花园的东北部，是三绝之中的第三绝。它是仅存于世的清代王府大戏楼。从侧面看去，它像一座巨大的船坞。从高处俯瞰，三卷勾连搭的屋顶又像一只展翼的大蝙蝠。室内漫墙绘满铜锣彩画，使人有置身于室外铜锣架下看戏之感。当年的京剧泰斗以及昆曲名家都曾在这里演出，据传慈禧太后也曾在此看过戏。恭王府花园也称为万福园。从后赵楼的福庆有余砖雕石锦窗开始，花园中到处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福的追求。像恭亲王这样的王公贵胄更不例外。据说园中有9999只蝙蝠，这些蝙蝠在园中建筑及游廊窗雕彩画中比比皆是。这些符拥戴着园中一个神秘的福字。传说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60寿辰之际，不幸重病缠身，久治不愈。19岁的康熙皇帝为给太后祝寿，祈愿健康，挥笔写就献给太后的福字，并在正上方盖有康熙御笔之宝的印玺。太后得此福字，倍加欣喜，神清气爽，布衣而康。康熙的福字蕴含了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最美好、最多元的祝福。左偏旁可分解为子和才字，右上部写成多字形，下部是以开口的田字，上下连成寿字形。总体的寓意是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和珅不知用什么方法将其据为己有，刻成石碑，深藏于私宅花园的密云洞中，镶嵌在垒砌成寿字形的叠石之前。这就是三绝一宝中的一宝，康熙御笔"福"。
福字碑。它真正体现了万福之源的精髓，寿中有福，福中有寿，福寿双全。花园中还有令人称奇和敬畏的一幅景观，榆关城门外是一座龙王庙，庙前有一口古井，这口井不是独立存在的，花园中还有另外三口井，两口在西路，一口在东路。传说这四口井代表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被四条不同颜色的龙所占据，四条龙又以不同的方式显身。如果你想知道它们是怎样显身的，那就来恭王府花园一探究竟吧。恭王府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恭王府积淀着历史的年轮，蕴含着清代王府文化的精深与浩瀚。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便是它的真实写照。恭王府因而成为京城历史文化旅游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